看过这样一段台词，是说为什么很棒的人总是会选错交往的对象呢？那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只配得上这样的人。我相信很多时候在一段感情里，女生宁愿拖着，宁愿累着，也不太愿意选择分手。也许是不甘心就这么分手了，也许是不想离开眼前这个人，不是他有多么的好，而是不愿意再去重新认识一个人，而是不愿意去更改自己的习惯。可是一段真正的感情需要的是他怎么越看越可爱，而不是他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在恋爱中你经常会闪过和他在一起好累啊的念头，也许这段感情早就变得千疮百孔了。